现在九点早上，开始出发。豆子又是旋风，旋风啊，带旋风。寻找新路线，新路线。OK， 看看有没有美丽的风景，过后才带大家来。今天出门的时候天灰灰的，好像要下雨这样子，一点太阳都没有。现在终于有太阳出来了，有阳光出来了。270米开始暴汗了，暴汗，比昨天还热。昨天下午有风啊，现在早上完全是没有风，完全是没有风。来，走。那边就看到过董布隆了。过董布隆就是隔壁那座山，这一座比它高一点。那个山洞口看到过董布隆后面的洞口。415米。还有一半。现在这边开始有风了，凉爽啊！刚才下面太闷了，衣服湿到完了，完全湿到完。这里凉爽，没有蚊子。走到，豆子在那边休息。看到吗？这狗很聪明，它走很快，跑坐上的。但是它上到上面一定是等我的，它一定要看到我的，它不会离开我的视线的，就算它追东西追了啊，看不到它了啊，我一喊它，它就飞过来了，它听那个声音，它就找到我了。不要给它有追东西哦，它喜欢追东西哦，尤其是猴子，就喜欢追猴子，四脚石猴子它都喜欢。开始又来风了，开始又来风了。凉啊凉啊！现在风又来，风又来了。迟一点的就有风了，早上就没风。在400多。这里要600了，600。
600米的，还有200，还有200。那边过来，你看这边美景，风景在这边。Highway，就在 Highway 边这条走道，看到吗？这边有个窗口，要攻顶了，攻顶了。这边有个窗口，看 highway 风景。那边应该是国宾，国宾。来看一下这边700也出来，还有100，还有100。还有18%路程 ，OK， 继续加油，豆子。今天陪我攻顶的豆子，这又是沙泥倒塌的地方，沙泥倒塌。沙泥倒塌的地方。哦，小心了。哦，他们倒到了这边。哦。那就在这边，山里掉塌对吧？现在12点，肚子饿了，测一点，补充一下能量。没有 all in 就测这个肝。
来，一点多了，一点半，开始下山，开始下山。回到家应该是两三点了。OK， 拜拜。慢点，哎哎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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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